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凯君，我们又见面了，耶、yeah! ！凯君老师好，耶、yeah! ！老师好开心哦，耶、yeah! ！是烟火吗？对，今天呢是2012年的最后一天了，我们这个大家呢，辛勤努力的付出，一直到今天啊、这个大家真的辛苦了，而且要跟大家说新年快乐。相信呢，你在来年呢、一定会有更好的这个收获。但是在今年2012年的最后一天呢，晚上安排一点活动，让自己休息一下，其实是我觉得很合理的啦。那我想问一下 Coco 长，你今天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呢？等一下要和朋友去跨年倒数，哎呦，倒数完之后要去吃东西，吃完去唱歌，唱到早上再去吃早餐。都不用睡觉，不用睡觉，直接再去吃早餐。你们走得动吗？你确定？就瞎去吃早餐。我回想我以前也曾经有熬夜去参加那个跨年的活动，不睡觉，回到家之后好累，真的好累哦。你不会累吗？会啊。会不会发现到什么样的状况呢？比较不舒服，像我熬夜回去，我会整个人都不对劲，就是火气很大，然后要睡又睡不着这样。哦，就是回家卸完妆之后，看到自己的脸，就觉得变得蛮恐怖的，因为一整个晚上都没有睡觉。哦，啊，那老师如果这样，就是卸完妆都很累啊，可是又还要保养一下的话，有没有什么更快速的方法？有的，所以呢，我今天呢就这个绞尽脑汁想了一下，就是。啊，等一下你要去跨年对不对？回到家之后真的好累哦。那你卸完妆之后要怎么样快速的做保养呢？今天我就要告诉你，你可以使用这个凯君教你的这个鸡尾酒美容法，超级快哦。那么其实你要有的工具非常简单，一个就是你自己在用的精华液啊，再来就是呢，现在大家人手一罐的晚安冻膜。好，这两个工具应该不难找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呢，你要使用的时候呢，你在洗完脸了，这个时候已经快要昏倒了。好，记得赶快把你的精华液拿出来。精华液挤多少量呢？压一、二、三，大概是两颗黄豆的大小，有看到吗？有。好，然后紧接着呢，你就用这个晚安冻膜，它有附汤匙了，所以呢，你就用三个。所以精华液是一，然后呢？晚安冻膜是3的这个状态，就是说它的体积来比的话，好，然后你取好这些量了之后呢，你直接用指腹把它调和均匀。那所以呢，很简单吧，就是把精华液跟晚安冻膜啊，把它调在一起，然后呢，紧接着直接涂抹在脸上，均匀涂抹之后，你就可以直接倒头大睡。好方便哦！那这是什么原理呢？基本上呢，我就是希望说你在洗完脸这个时候，其实肌肤非常累，细胞是非常耗弱的。那我们赶快使用这个密集修护的，像是精华液类的这个护肤品，然后呢，也调上这个晚安冻膜。那晚安冻膜呢，它可以帮你怎么？因为它可以密封你的全脸嘛，形成一个保护膜，就可以加强你的循环代谢。再来就是呢，可以帮助保养品吸收之外，免于水分散失。那你在睡起来之后呢，你就会发现到肌肤呢就不会这个看起来好像很虚弱，很累的样子，反而呢你会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事，精神很好哦，这个肌肤是非常饱满水润的哦。所以告诉你，为了不让你在明年2013年呢第一天醒过来的时候就被吓到了，所以呢你在这个跨完年回家之后呢。你就可以用这种鸡尾酒的快速的美容法，相信呢，你的肌肤一样可以保持在完美的状态哦。谢谢凯君老师，不会，老师新年快乐，老师跨年了，老师再见。